同修母亲已经念经一年多了，但是只念经不看法会视频，也不是很相信因果轮回诸如此类的佛法问题，更不愿意参加法会，也没有什么梦境。同修除了给他母亲念经念心经，还可以做些什么让他更加相信佛法呀？师父，缘分不到呀。缘分不到啊。啊，像这种母亲嘛，就是愚痴呀。嗯嗯，讲到底就是根本搞不清楚呀。嗯、那你说你不相信的人多呢，还不相信科学都有呢。是。眼睛看不见他都不相信。哪有细菌啊啊，哪有细菌啊，空气当中我看不见。细菌你看得见的。嗯、看不见，师傅，但是确实存在的。哎，好了。真的是感恩师傅、啊。那就叫他的就这位同修继续给他们继续念。念到哪一天妈妈会开智慧了就好了。嗯、好的好的好的。感恩师傅。